那个，今天是你的心愿还是妈妈的心愿？我的。你的心愿，那咱们把它说出来，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录一首我自己的歌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回。听你妈妈说，你有18般武艺，爱好很多啊。对啊。那你先展示一下，我们再决定录不录你这首歌呗。你还有别的才艺吗？我会朗诵。我也会。你朗诵好在哪儿啊？我感情挺丰富。感情很丰沛是吧？那你给我朗诵一个，我听听。掌声有请。首诗里听出了女儿对妈妈深深的爱，而且还能体会到女儿对于妈妈的那种理解，太难得了，这么小的年纪。他对于这首诗完美的自己的解读，那种感触啊，都表现出来。